哎呀妈呀！欢迎来到英雄。哎呦天，进这么快！壮壮，你跟轰轰打谁赢了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他赢了，轰轰。上次 solo， 周六你玩的什么来着？我玩辛德拉，他玩龙女儿，他英雄压制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 ，OK， 那差不多。等我一下，我忘出装备了，我回家出个装备。好好。你别慌，猴哥，我觉得咱俩配合完美，好吧？我看啊，这都是什么？黄金、白银、黄金、白金、黑铁。你这黑铁不纯粹啊，有白金的呀，你这黑铁不够纯粹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劈到白金的了？不会是中路吧？猴。猴是白金。猴行。猴那交给你了，猴哥。好嘞。哎呦，咱三个队友冲人老窝去了。没事，他们应该能打死你。Nice。牛逼。怎么没有音乐啊？音乐被关掉了。建模好猥琐啊！你不吃兵啊？哎呦，队友哥。猴哥，我要被单杀了，我有种感觉。你有一种感觉，那你被快要被单杀了，那你就回家呗。死。哎，我先把他单杀，防止他单杀你。我先拿个人头。我把他单杀了。牛牛牛牛牛，不追可以可以点燃点死应该。牛牛牛牛牛，我感觉他蒙了，我也蒙了啊！但是我蒙的比他少那么一点。哎呦，咱下路捷豹啊！我直接就出隐魔刀怎么样，猴哥？不，那个海妖，隐魔刀或者智慧墨印也行。你要是想出那个魔抗的话，好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那么问，我的风枪能躲他的 Q 吗？不能的，只能躲他的 E。OK。假你，中路不见了，可如你，好嘞，假你，
他如你死。他如你这都能 Q 没来。有大吗？我来了。猴。哎呦，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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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点远，猴哥。先杀猴，好，再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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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了，杀了，打死他。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。哎呦我操！吸血鬼。起飞。没事没事，猴哥，你的。你的牺牲是有意义的，我无敌了。我的牺牲是值得的。吸血鬼没有点燃了，弄他弄他，我直接弄他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觉得点燃是剑魔给？我看回放了，吸血鬼也给了个啊，吸血鬼没带点燃。死我一口！单杀！哎呦，我跟他换了。我怎么感觉我刚不进去就打赢了呀？我不进去烫死了。有水平。这么一个评委，单杀！妈牛啊，猴哥！我这石头人能单杀呀也？我也单杀，我不敌了。除了下路两个拖油瓶，我们无敌了。你无敌了，我也无敌。发什么信号这么吓人呢？要杀我！哟，这吸血鬼什么个意思啊？你有眼儿没？去先锋查眼儿。好的，我去了。好像猴在那打先锋呢，瞅一眼可以。没打。他没打。没打就行，没让他打。哎，猴去先锋了、啊。好好好，猴没大，来来来，咱俩把他包了。你先把兵收了，你先把兵收完。来了来来了，好好，等你到啊。哎哎，我到了。他跑了，他跑了、啊。跑了，那算了。我估计猴哥这儿呢。啊？嗯？
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吃我一轮胎！当然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哎，进！你不服啊？啊？你不服？那不服能行吗？移了！我现在不太好杀他了。但我跟他对发育就行，是吧？他打团应该没我厉害吧？没厉害，放心吧，你有石头人。老猴怎么绕过来的？我怎么没瞅着啊？哦，他确实是绕过来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猴怎么那么能绕呢？跳弹也没打，他是从我们家野区跑过来的。有，我被单杀了，猴哥。没关系。我们家的下路有点吓人呢、啊。我马上到哦！哦，不用我了，我好好好，快快快来快来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好好好好，给他一个 Q， 他已经是个死机会了，他是个 nice 完美团。Shut down。完美三兄弟。高的赖，这什么意思？高的赖，哎呦，好壮！哎呦，这一下吃饱饱，哎呦。哇，单杀，没 QVA 了，有点可惜。全速前进了，我先升个十一再往下走，700的塔姆正在呢，700的塔姆啊，有。你直接接大的话，我们俩应该能杀他啊。他交血池了、啊，那我直接上了。走，我们小龙，走，小龙。他们下路没有蓝，我们这波正好杀他们，来，好，虽然我没有到啊，那没关系，我找后面那猴去啊，好，咱俩先杀猴，
executed. 假的，阿姆，阿姆七百，他们七百一千，快快快快！哟，哎，好滚开呀！我操！哎呀，好那个呀！我是瞎着的，来吧，龙。零杠四，你推你推你推线，你推线，你推线，你推线啊！你推线完事儿，这波塞纳出来，我们再杀他一波。好好，塞纳碰见我不是碰见玩具吗？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他来了，他在干嘛？我们俩先把塔拔了。好，你躲一下。我，哎哎，走位走位，哎，妈他有点狠，我操！我先溜了。哎呦我操，这是怎么办？你看这塔姆有点肉啊！这塔姆怎么太肉了？怎么这么肉啊？哎，冒着能出不？完全三秒，直接冒着。没事，对面吸血鬼有点捞，你也把对面剑魔给打废了。对面只有两个人牛逼，就是一个塔姆。对呀、啊，只有一个人牛逼，咱们这边三个人牛逼。我感觉咱那瞎子挺会玩的。压的吃了个七百，还行。哎，这波这个上，哎，我来了，有说话，我来了，猴哥。哎，我到了，猴哥。哎哎哎！我扣他，好好好，好给！我靠，他这么伤害这么高呀？没事，我杀。问题不好杀。Nice， 拿个小拿个人头。那我是不是得出点魔抗呀？感觉他和吸血鬼他俩有点猛。你把无尽出完，出个智慧墨印或者春哥就可以了。好好好。压着不能打不过剑魔。单杀来。好好，单杀。猴，哦，那猴子有点没分清楚情况。哎呦我操，有点痛。啊？塞纳放大了。你怎么没？谢谢红橙黄绿靛蓝紫，塞纳放大了。那一个大佬380多滴血，感觉他们应该是去打峡谷先锋了。不过打肯定是打不过，我们先不去，因为我没在，我建议是别打。那就走啊，走，先走。咱们这个，咱们那个，哎呦，哎呦嘞，哎呦，没事，不行，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接大招了，好，完了被口了，我被吃肚子里了 ，OK， 我就说比较难打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一脚有点忍不住。好大好大，只能杀一个了。
哎，有个送的后边。好好好，先把它杀了。这个也能杀。哎，他们好，他们好贵，他们好贵。好，三百。好好好好，我们打大龙，来来来来，打大龙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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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波比怎么还挂机了呢？巧了呀！辅助不插眼儿啊！快打先打龙，好，打完龙我回家，然后小龙，你们去小龙，我先回到家啊。撤一手，他把我吞了，怎么搁他肚子里呢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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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鹈鹕给刀了，我出来了。把鹈鹕给刀了，哦，哦，把中路给拆了。塞纳和剑魔开个二塔应该没啥太大问题，算了，不拆了，拆不了，溜了溜了。我先来个美甲窃魂卷，那我去下路带线了啊，溜了我就去下路了。好嘞，他们来逮我了吗？差不多哟，可以往中走，得拆他们家个中路二塔。好，来中拆个二塔，可以贴他。我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这什么什么？哎呦，打的这么难！我不知道我干了啥，但是我应该打了挺多输出，猴哥。不应该打的这么难。他也能推吧 ？Q。干什么？我先回家了，你杀塞纳呀，感觉我还是得，我马上活，没事，他们推不了，虽然把我们人杀，但他们推不了他，没事，推推吧。哎哎，对面对面有个迷路的小塔姆，
要不中路这吸血鬼吧？可以杀呀！好，好，我靠！小龙，妈呀，那么长血条就没的了？他没魔抗。杀猴！我来道上了。建模怎么回事？哦，建模死。我们可以推下路二塔。我先把，哎妈，下路线带一下，把这个打了给他。有两个眼。对呀。嗯。赚25块钱。你接吗？算了，我接别接了，快点，打错人了，我来打吸血鬼的，打歪了，快跑！你只要敢打，十个人我也接，猴哥。好，大歪了，石大壮绝不卖你。好兄弟，死大壮，快打！查姆回家了。哎，中路这猴，摸我来，走。没事，他追不上我。我们大龙。这哥们搁这装假身啊，假的还可以啊。塞纳出个影魔刀，这有啥用？影魔刀能给个500点血的护盾。哎，把这个打。三级大招质变，我们直接打。他们刚才那好像没扫着啊。对，没扫着，他们没有眼儿。把这吸血鬼杀了，来跳弹。来了，猴哥。哦呦，他蒙圈了。他死了。这边。怎么要好像得跑，呀没了，他撤。我出个破败之王怎么样，猴哥？你出个守护天使吧，如果你想破败也行。我觉得我破败我无敌了，直接。好，那就破败。我找不着破败。啊，有闪现了。他手应该是一直摁闪现。还能猜吗？可以啊，你们不会一波了吧？还能猜，一波费点劲，能猜一个。
可以拿个红。我已经在推对面下路二塔了。有，他有点迷路啊。我没接，把猴杀了。哎，叮！吸血鬼，他有点狂了，有点狂，我有点，我点燃抢了个人头。你来法上棒了，已经打不动。猜吧，没有人了，直接拆门牙也行。哎，我拆门牙就猴活了，撤，猴活了，太保，怎么？我拆个门牙就跑，拆门牙。我决定不来顶了，直接美甲切魂卷。小龙，哇，我马上六神了，最后一个守护天使是吧？嗯，是的。就我这么一个 AP， 他妈搞这么多魔抗，我要是3000的血条一秒没，我也出一堆魔抗。我到了，操！有，他好像盯着你呢，盯着我，硬盯。没事，我不60秒一个大，我天不大。哎呀，我接上了。好，你们接。我在打剑魔，剑魔死了。好，我在打塔姆。好，拖住，塔姆也嘎了。拖住，好，差猴跟吸血鬼。哟，猴哥，你搁这偷家呢？结束。结束。我就说你怎么不见了？聪明的墨菲特。我还寻思你们这后面是全员阵亡了呢。没有，我直接冲向他们的基地。牛的猴哥。但是你们4打5也赢了呀。打赢了。